张镇麟再投三分来了，见，还在认定啊，给了三分。今天在球鞋方面，迎合整个决赛组合。来，前场二打一，另外一边主要是哦，漂亮，哈哈，又是要看，这是180度的旋转镜头啊。另外，认为在这种比赛中，可能球员也会相对的放松一些。嗯。来秀一个。张镇麟自己持球横移三分，飘，没有。汤杰说应该我也有一份。哦，就最后这下横移出手。哎呦，好球，出了点问题，转过来空中作业，又来一个。当时也跟很多的球迷讨论过问题啊，你们怎么能在现场？我们也是在远方演播室，甚至我们的电视呢，可能比您家里的还要小。不是，可能是肯定小这个。因为我们反应或者说看的时候会看错，很少。作为这个进攻的发动机，林庭谦第一下是假的，张镇麟三分球。当然这个我们在远景画面中看不清楚的时候，也看得很清楚，他一定是这么一个。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非常暴力的一个补扣。啊，这个就让人开始遐想了。那么今天张镇正常的，记得这个是年前转咱们看的那个反送的画面。哦哦哦，我估计乘以五啊，不，乘以十。嗯，张镇麟，因为出手太快了。所以说其实你看到第四节上来两队的防守强度有点慢慢，对，我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张镇麟，就最后这下应该是袁昌文已经是收了啊。对，现在南方应该是领先三分。嗯嗯，张镇麟里面已经不适用了，是吧？说好大破大立的，就是有点打破常规了。对，就是有点打破常规了。这个我是觉得不太对，甚至我觉得在那一瞬间，可能小猪都觉得是自己了。